事务所，首届搭档业务大比拼。我是猴系帅哥，我们是猴鼠一家。离谱事件大调查，会点粤语，但不多。啥子？哪个翻译器？好热，说八碗螺蛳粉热的脱妆。子然是四川哪儿的？乡音未改啊。跟你穿的很像，是黄色的，黄色、黑色、黑色，这个地方就。兜兜嘴，微风兜兜嘴，微风扎到我嘴巴兜兜兜啊！第二个字，第二个字，青青啊，第二次见面就青青了。时间底线守卫战，争分夺秒，爆笑不停。好、哦、呀、啊，就这样，可以可以，来回来回这样耸、啊，没问题。哎，八秒五一，快！哇，脚哎，很灵活这脚，非常厉害。好，从外面走，腿从外面走，不是。陈一刚是什么动作？他有能这样搞吗？你在干嘛？我怎么做效果？待会儿双人看图答题赛，一个人要说出角色的名字，另一个人要说出演员的名字。张彬彬，对，就是张彬彬。记着吧，演的那个明星美女。好，回答错误。谭健次，不认识。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新一代健康真酸奶，无负担，真好喝。大家好，今天真的太开心了，我们文静回来了。好，我们欢迎我们的诚毅。各位老师好，我是诚毅。好，诚毅跟我们文静呢有一部作品叫做底线，我们也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就是在长沙拍的嘛，对不对？对，我在其中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基层法官，叫周一安。我们这部片子是非常温暖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在湖南卫视晚上8点。谢谢。我有一种在现场看人录 ID 的感觉。好优秀。而且我跟观众们讲啊，他前面是没有提词器的，他是记在心里的。我刚刚也真的是看了一眼，是不是有提词器？那么文静补充一下，对不对？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叶欣，然后是一名从最高法到基层法院实习的这样的一个菜鸟。嗯。然后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去法院实习了一段时间，然后感受到很多法官不一样的一些状态。嗯。其实就是觉得他们还是挺不容易的。是的。希望大家能关注。他在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和芒果 TV 同步热播，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周六的晚上9点10分，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底线。哦。下面呢，我们大哥这次也有作品啊，而且呢，这个小荣弟弟来了，我们欢迎荣止森，欢迎。
这个是我们国内第一部的网络安全题材的剧，叫做《你安全吗》。是的，也在热播。是我跟子珊弟弟演的，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非常抠门的网络安全公司的老板，叫秦淮。大家好，我是演员荣子珊，然后我在《你安全吗》里面饰演一个热血的计算机少年周游。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刚刚四工完毕啊，昨天熬了大夜，今天依然非常帅气的出现在我们你好星期六现场的两位哥哥，我们欢迎我们的林峰、吴卓羲。大家好。所以呢，我们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芒果 TV 正在热播的《披荆斩棘》。另外呢，欢迎我们今天又回来的老朋友杨迪迪哥。是的，大家好，我又来了。对，耶，欢迎迪哥。迪哥上次来我们节目有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完成的很棒。哦，是吗？我当时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呀，就觉得，但是后来看剪出来以后，是不是？不是，因为镜头推上去的时候，迪哥满脸都是戏，那个细节拿捏特别，我甚至有点感动。夸的太猛了，你们待会儿看回放，真的有吗？演的就是成。的那个角色是这样，我们再帮大家回忆一下大，然后再请诚毅来点评一下迪哥的诠释好不好？来，请看。你在吗？我在。你在吗？在。我过来这边怎么没感觉到你在呢？你在吗？我一直在啊，要用心感受。这样咱们都别走了。好，累了，就这儿行吗？好的。哎呀，天哪！刚才这一段真的说不清，到底是诚意更尴尬还是迪哥更尴尬？是不是还是有你们当时拍摄的一点画面感涌现出来了？有一个歌一听那个屏风吻放在那，我就浑身哇！全场只有屏风演的最好，只有屏风，只有屏风从剧组借的，没有那个其实。下次演的话还有这种演法我也可以加进去。不用就是我们找不到彼此，找了好久。对对对。哦，就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找对方找不到好久那种感觉，很意境很好。那今天是这样，今天我们所有的嘉宾一和好六团一起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身份，叫做好六事务所的调查员。我呢是调查所的何所长，喜喜是我们的冯会计。我们要给大家发调查经费，如果你没有经费，你没有办法开展你的调查。大家可以往对面看。哇，我们对面有30个经费箱。好多哇！经费最少的那个组要接受残酷的惩罚，而经费倒数第二的那个组有一半的几率要接受惩罚，而这个惩罚是让弟弟和大哥闻风丧胆的泡沫喷脸。我怎么没来几次，次次都遇到这个，真是。哎，真的，你全赶上了。他是跟我一起打包来的吗？这个东西？是这样，今天我们分为四组搭档，然后来进行比拼。每一轮的比拼呢，会得到相应的积分。天啊，不会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我搭档吧？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好开心啊！只想问你们一句，你安全吗？小心一点，你们这一路上绝对披荆斩棘，联手好好收拾他们。不是，你们俩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因为人家的队名都呼之欲出，这叫安全组，这叫底线组，披荆斩棘组，凑合。你们叫什么组嘛？大家好，我是猴系帅哥。大家好，我是鼠系帅哥。我们是猴鼠一家。鼠系。我跟王迅哥，我们都是属于属系帅哥里面的。有问过迅哥本人的意见？好，那现在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比赛了，希望大家可以加油，拿到更多的积分，加油！耶！呜呼！来了第一个环节。我们事务所呢，在好六街呢，总是会发生很多很奇特的事情。那么搭档之间呢，是需要密切的配合，把每一个事件梳理清楚，把这个关键元素要把它还原。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叫做粤语版的心有灵犀。哎，大家轮流来描述和猜测，但是呢，过程当中必须用粤语。蓝牌子是形容词，红牌子是主人公，这上面的字是不能讲的。我们看5分钟里面答对几题就积几分。
牙齿一个，牙齿一个。谁？我们来。请就位。来。啊，谁先？啊，请就位。谁先来？我系。你来给我说，是不是？系啊。好。OK。来准备啊，五分钟计时开始。咩啊咩啊？是咩啊？我的，港法啊，哎，凤啊，凤 telephone， 打电话，哎，机，接挂电，挂电话，哎，挂电话，我又卖东西给你啊，卖家，我收到，快递，我收到一个快递员，你听他说说，你再猜，想让我买东西的电话。传销电话，哎，不是传销，不是传安利电话，推销电话，哎，我的这个的，挂掉推销电话，对，挂掉推销电话的，还没完，嗯，好疼，然后又去干嘛？嘿，休息完过后醒了又休息。睡觉的时候被推销的电话吵醒，挂掉又睡觉。哦，冇，睡午觉。No， 哎，什么叫？听我讲啊，听我讲。你醒了，吃了个早饭，然后又休息了。午觉，回笼觉。哎，连起来啊！挂掉推销的电话睡回笼觉的。对。Bingo。两个男的只穿裤衩子，黑人兄弟，回答正确，好聪明，哇，好难啊，哇，冇啊，你系边度？我系苍兰诀，你系边度？东方青苍，东方青苍。什么动作？推，哎，东方青苍推，眼睛看，哦，看推，我眼睛怎么东方青苍推，这个嘿什么动作？挥手，在。在什么？在挥手。挥手的时候，我们说在什么？挥手拜拜，拜拜，系广东话。再见，看再见。再见，不要再，看见东方青苍推，对。看见东方青苍推，啊，某个字，人，咩啊？炸鸡团，嘿，我的长相，老鼠啊，我是老鼠，我是老鼠，咩啊？我是什么？变成天鹅了，变成孔雀，孔雀，一种职马戏团的职业，马戏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小丑，回答正确，小丑，答对两题积两分，掌声给我们的猴鼠一家。好，这个大家已经看到难度摆在这儿了啊，太难了。后面的三组要加油了，好不好？接下来是我们安全组，有请你安全吗？藤井次、荣子胜。OK， 来挑战开始。哇，食，不是，可以说，食可以，你的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死板面，不是面，除了面还有什么？多粉儿，不是嗦粉，多粉儿。我最中意食噶咩啊？我最中意食噶螺蛳粉，哎，嗦把碗螺蛳粉，系。啊，冷个反义词，啊，好热呀。
你都江堰，都江堰了吗？好帅，好帅。那彩呀，鹿晗，哎，鹿晗会怎么样？刘汉就会怎么样？就会徐脱，徐脱，脱对，脱对，脱是对的。脱，那个咩？脱水，脱雷，脱脱睫毛，脱睫毛，脱妆。哎，连起来，连起来。说八万螺蛳粉热的脱妆。哎，那个字，那个字，那个字，四个字，四个字 ，cute，cute，cute， 可爱。啊，我系男人，仲有个咩人？啥子？啥子？他四川的，他就是四川，绝对老乡，老乡，绝对是老乡。我哋系男嘅系咩？女，可爱女女孩。女人回答就是我，最后一秒压线正确，哇哇哇哇哇哇，好难啊！急的，急的弟弟，傻子，哎，傻子，傻子，子山，子山是四川哪儿的？我是四川绵阳的，乡音未改啊，绝对是我们老乡，子山。好，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林峰和吴卓羲来，他们用普通话来挑战，加油了。好。好，来披荆斩棘组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字哦。我们的职业，我们是做什么？演员。大概第一个字对了。我们演什么？演戏。对。啊，第四个字，第四个字就，我经常你说我经常照什么？照镜子。对。这第四个字，演戏什么镜？戏镜。对，没错。镜子尖的。我们不是一个游戏，我建议让哥哥们用四川话。前四个字对了，后面四个字就是不成功了。接着，不成人，不成，不成功，不成功变成人。第五个字是我们睡觉要盖闭着，对，第那个字对了。第五个字是背，接着背怎么？拜拜拜拜，叮叮叮，拜拜，背。被砍，演戏事情被砍，事情被砍，高危职业。陈奕迅有首歌叫做什么？两个字。周杰伦是给他写的。淘汰。对。连起来讲。连起来讲。演戏，试镜，被淘汰。对。OK OK， 好，什么人？好，这个太容易，两个字，两个字。报信的职业。报信职业，卧底。回答正确。我都开始心跳加速了。现在是积一分啊啊！下面是程毅和文静要上场了，来，我们底线组上场。我们两个瑟瑟发抖，瑟瑟发抖啊！对，因为程毅一直在跟我说，好厉害，他们都能猜出来。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项目我很擅长的。哎，是吧？跟着文静走没问题。好，来准备。哎，你不能看呀。这是咋想的呢？没关系，没关系，还有别的题，还有别的题，来随便拿啊！来准备，三、二、一，一个蓝的，一个红的，一个蓝的，一个红的。暗黑。陈毅，好，计时开始。一个男人暗黑一个女人，他把父母安排他们一起去干什么？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一个男的，还一个女的。如果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一对情侣。几个字呀？几个字呀？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情侣。情侣，成为情侣之前，他们要经历一波。朋友，朋友，他们做开始是朋友，一个动词，一个动词，他们去一个地方干嘛？他们在干一个事情。公园。OK， 不要梗他了。那我们在公园里面有一种小动物，这样的，它是一个，就身上跟你穿的很像，是黄色的，黄色、黑色、黑色，然后有个茶包。黄牛。要一个小虫子。
黄小虫。不是黄小虫，是一个小虫子，它可能会叮你一下，然后你就会肿一肿。蜜蜂。呀，对了对了对了啊！有进展的朋友们，蜜蜂有进展了。然后蜜蜂它会干什么你呀？扎我。啊，对对对对对。在在了，嘴不不不，那个叫个。这个地方就蜜蜂扎到我嘴巴嘟嘟嘟啊！对对对，嘟嘟嘟的嘴叫什么嘴？嘟嘟嘴，蜜蜂嘟嘟嘴，蜜蜂商场包，蜜蜂商场啊哦，蜜蜂扎商场的嘴巴，蜜蜂香肠的嘴巴。你的嘴巴，你的嘴巴。哦，蜜蜂扎香肠的嘴巴，扎到我兜兜嘴。然后你就看起来好性感咯。太难了，反压锅吧。我们猜这个，这个很好猜。丢丢丢丢丢丢。奥特曼。对对对，好。好。现在只差一个动词了，前面的动词。再差一个车，你爸爸妈妈告诉你，今天去整个女孩和我们这个行为叫做什么？奥特曼的行为啊，奥特曼的行为啊。不是奥特曼，跟奥特曼没有关系了。啊！我的天啊！我可以看一整集他们玩这个。现在没有奥特曼了，现在是你和我，然后我爸爸妈妈告诉我，你是一个男仔啊，你要成为我的男朋友。远回约会之前，第一次约会，我们第一次陌生人啊，对对，他们就两个陌生人去公园里面第一次约会，是家长安排的，那个叫公园。我们敲成一长柱好不好，就玩这个。第二个字，第二个字，亲亲啊，第二次见面就亲亲了。我错了，我的相亲相亲相亲。哦，相亲啊，没事没事，没准陈毅很，他们可能还有五秒钟，没准陈毅很适合描述呢。来，沉着冷静，冷静不冷，专注，你看，哇，哦，最后一个，有一个地方最漂亮的女孩搞什么啊？维纳斯，两个字，两个字，咸咸的地方后面是什么？咸甜。没有甜，比咸的地方小一点，比咸橙子，啊，咸的地方香橙，对呀，个纯了，春花，哎，对对对对，好，什么的春，好，人物猜对了，他是反着来的，先说了人物，啊，春花，动物，最大的动物，大象，耶，对，大象的鼻子，大象鼻子。呼啦啦，呼啦啦，转圈圈，对，大象鼻子转，转钱，转十，转多少次？转十次。哦，大象鼻子转十次 ，good， 这是两个外国人，大象的鼻子转十次。钱的反义词是什么？偷。Yeah， 偷，一二三，撕。Yeah， 偷撕，猜。这是叫什么？九。北京有个什么地方叫什么区？最火的区叫朝阳区。哦，猴子脚朝天。连起来说。对。大象的鼻子转圈，转十圈，猴子脚朝天。的春花。还是你聪明，还是你聪明。他们耗时8分40秒，没有人喊停，因为就想看个热闹啊！第一次，太好玩了。那现在呢，我们首先恭喜我们底线组呢，经过一番努力记零分；安全组和我们披荆斩棘组呢记一分；猴鼠一家组记2分。好，马上进入到后面的比拼。
今天我们这个好六事务所呢，给大家分这个调查的经费，那么要守住经费的底线。下面一个环节其实要考验大家的对时间的把控了。对，这一轮是这样的，我们要首先进行一个抽签，抽到的那个人就会登上我们的斗牛机，你的搭档在上面越久，你在下面完成我们三个小游戏可能性就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搭档合作然后分秒必争的游戏。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请我们的老师来示范一下这三个游戏怎么做，待会儿呢大家就可以怎么知道怎么选了，好不好？你好老师好，不用手钻游泳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您到中间好不好？老师结果耗时半小时首先我们站在泳圈的中间，预备计时开始。这种就适合我，你看，哎呦喂，哇，十秒吧，真的他好快啊。你就不行，你身高，你身高高你距离长，对对对，你有优势。我有优我路比你短。第二个叫绕身一圈过杆，我们先拿其中一只脚从手和棍子的中间钻过去，然后反过来绕到脚下，最后再把这只脚让出来，这个就算挑战完成。哇，这个应该最辛苦，我感觉。好，第三个叫拔长剑，这个就卡在你自己的身高的位置。哎，啊，哦，臂长，这我熟，这我熟。好，然后我们还需要插回去。好，啊，谢谢，辛苦了。宝剑很简单吗？我报我真实身高应该很快就也没有，最矮就1.6米了，这个没有别的了，这里啊，那就到那儿差不多那附近还高点没有。好，那我们是这样的，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你安全吗剧组，韩剑刺和荣芷珊，抽出来的人就要上斗牛机，看你安不安全啊。你安全吗？哦哦，好有仪式感。谁？韩剑刺，请上斗牛机。哦哦，我第一次玩这个。大哥加油！子珊有什么话要对你大哥说？我看着这个感觉挺简单的，希望老谭能多坚持一会儿，半个小时。这种话我可不爱听。这是要你鼓励他，你怎么放冷箭啊？一丝危险哦！加油加油加油，尽力而为，加油吧！好，准备啊！挑战开始！哇！开始！哇哇哇！这么猛的吗？哇，比你想象的猛多了！哇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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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猛哎！哇哇！今天这牛好凶啊！好，趁这个时间调整回去。老谭快上去！趁这个时间调整回去，大哥快！老谭加油啊！哇哇哇！哎呦！现在看到的是人类驯服野生公牛的画面。喂喂！哎呀呀呀！哇！现在他已经坚持了55秒，肯定够弟弟来挑战的了，没问题了啊！啊！哎呀！好！哇！好，1分04，哇，哇，很强！掌声给谭剑刺，太猛了！我跟你讲，这牛比我想象的猛太多了，猛太猛了。那现在，子珊现在有1分04秒，这是谭剑刺用，这是我拿命给你换来的，我20秒就够用了。哦呦，可以哈，就是1分04，你挑战完一个，你马上挑战第二个，如果都能成功，算你3分。那说着玩呢，你刚刚不说20秒吗？说着玩玩呗。好，来，你要挑战哪个？这个好不好？先从游泳圈开始。好了，我就开始帮你计时啊，别摔着。来，准备挑战开始。哦，好，成功，才5秒钟。下一个，下一个。好，放到你身高，1米几。1.80米，1.80米，走，走，哦，很轻松哎，塞回去，塞回去，
加油！现在21秒。哎，真的有可能？漂亮！哦，对他来说好简单哦，爪子喽！快快快，弟弟，来来来！现在26秒，好，先对，对对对对，这样最就最走走走走走走，往后走，对对对对对，站起来，好，哎呀，还要重来重来重来，你松手了就重来，好来，对，走走走走，对，好，这边往前挑，先，好，然后腿放回去，哎，松了，重来，哎，重来，加油加油，还有8秒，还有8秒，来，快快快！可以的，加油加油，好，又松手了，他累了，时间到，可以了可以了，哇，可以了，好，宣布挑战失败，挑战2项，好不好，祝贺你安全吗，挑战2项成功，积2分，哦，可以可以，哇，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差一点，他要是他你要不慌的话，你慢慢来的话，这个肯定能完成，好，这是我们你安全吗的挑战，下面要上场的是林峰和吴卓羲，我们披荆斩棘两位哥哥，我现在最期待谁去做牛，那个卓羲他说他很期待有做这个牛，找我来是吗，对，不用抽了，哦，为什么你那么想去做这个，我没有为什么，我喜欢， OK， 好，那朋友们现在卓羲已经做好了准备，请为吴卓羲加油，没问题的他啊，对，来，预备，计时开始，哇哦，哇哇哇，很猛哎，哇哇哇哇哇，很稳哎，很稳很稳，哇，他非常的稳，啊，哎，他怎么感觉这个比我那个温柔呢，哎，我感觉卓羲哥找到诀窍哎，哇，哎呀呀呀呀，哇哇哇，有点吓人了，加油，啊，哇哦，过肩摔，被牛给过肩摔了，他越来越快知道吗，对啊，越来越快，你这为什么猛了那么多，他为什么越来越快啊，是你的惯性，他太猛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估计你的时间林峰应该也至少够完成2个，17秒，十七秒啊，什么刚才紫珊差不多就花了大概10几秒完成2个，前面2个没问题好不好，好，林峰也是同样从游泳圈开始来挑战，面向镜头，手插兜，挑战开始，哇哇哇，套牢了，彻底套牢，聪明聪明，好，漂亮，有机会，好，现在还有7秒，来来，慢慢来，好，走，哎，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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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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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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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鹤棣不再是在我们舞台上弄断剑的第一人了，哥哥哥哥，这事儿我有经验，回头跟我一起去财务把钱交一下，谢谢，现在问一下2把剑算不算团购啊，有没有折扣啊，哎呀没关系，后面那个剑我够用，那个长度我够，哎呦天啊，一身爽不爽，爽不爽，爽爽爽，好好，来，在这里我要宣布17秒92的时候，我们林峰做到的动作正卡在这条腿上然后他完成第二项的时候时间是22秒，所以呢你们是成功的积了1分，哦，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下面呢要上场的是程毅、蔡文静，谁来抽，你来抽，你来抽，好，相信你好运气，哪个都可以吧，对，其实这个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有各自的优势，对，哎呦
没有。这么多呢？对，好，来了，我来打开看看。要接受斗牛机挑战的是，哎，这个牛怎么自己动？吓死人！你别吓我。蔡文静，你怎么知道？啊啊，真的？乌鸦嘴，怎么回事？天意传出去啊！你好星期六剧本是王鹤棣写的，原来是你，编剧，可以吗？可以，反正我没什么压力。不对，你平。好吓人呐、啊！这牛开心的呀。好，那首先戴好手套，然后我们准备上牛。那个机关老师，把难度给我调低一点啊！机关老师，把难度给我调低一点。女生，蔡文静，收到啊！他不但写剧本，他还控制道具组。好，你先给他加加油。加油！你先试一下吧，实在不行我来吧。没事，我一秒被甩下来，你就一秒拉箭。对，一秒拔剑。好，来，不会一秒的啊。对，你顺着他，你先别紧张，来，准备挑战开始。可以的，好样的。哇啊，就这样可以，来回这样耸。他没问题，他没问题，喂喂，哎呀呀呀，哇，哈鞋呢？鞋你？给跪了！夸不得。稍等，停一下，按鞋掉的时间还是人掉的时间？因为鞋早就掉了。人的话8秒51，鞋的话6秒。机关老师，怎么回事？没有收到我的指示吗？机关老师。好，现在诚毅要挑战，你挑战这个是吗？这个我还没弄明白，我先试一下。我跟你讲，诚毅刚才已经练了半天了。四零，开始，挑战开始。哇，这么猛的吗？今天这牛好凶啊！啊，没问题，没了。稍等，我先试一下，我没搞明白。我先告诉你怎么弄啊？对，你先往下放，反从外面走，腿从外面走，外面，手的外。不是，陈一刚是什么动作？来，从这儿来，对，往里面走。陈一要不要弄游泳圈算了？这怎么弄啊？这个？你玩别的吧。待会儿，要不然我来这个吧，你来这个的吗？我来这个。别，你已经有成绩了，你不能换，抽到谁就是谁。八秒钟，你可以挑战别的。诚毅，我建议你从救生圈开始，因为这个时间你可能还够不到这根棍子。我觉得游泳圈可以，剑也行。我觉得它够救生圈，但我这鞋太大了。鞋太不是鞋子先在下面，不经过鞋啊。你可以的，加油。你先到中间来，先到中间来，冲前面啊，来啊。我小时候都没有玩过这游戏。怎么小时候谁没玩过？这是新的游戏。好，8秒51啊！预备备，诚毅，守住底线，还没开始。不是，还没开始，诚毅啊，计时，你只有8秒。好，预备，计时，开始，走，加油！哇，脚，哎，很灵活，这脚非常厉害。好，拔剑，快拔剑。不是，你一米几啊？你就一把。好，插回去。哇，加油，慢点。这跟腰有什么关系呢？哇！可以，拿棍子。
你再玩玩这棍儿吧，玩一玩，玩一玩吧，耍个帅，帮我耍一下。诚意。哎呀，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真不会，这个真不会，这个我就。不管怎么样，他抓完圈的时候他是七秒钟，所以呢他至少积了一分。祝贺我们底线组实现了零的突破。不是，我很想问一下陈毅，平时有人说过你搞笑不？不是不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早上6点钟，陈毅还戴着头套。哦，刚剧组过来，我说呢，以古人的思维在横店。拍完就摘了头套就坐飞机来了，所以现在他现在像梦一样，是不是？嗯，对，辛苦了辛苦了，你是我们组的骄傲。还可以，可以可以，骄傲骄傲，太厉害了，好不好？骄傲，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不好？太棒了，太棒了，以你为荣。好棒好棒，可以可以可以。下面呢要上场的是王鹤棣、杨迪。我怎么做效果？待会儿都腿，我真的，我很难做，我现在综艺人都不好当。人家在综艺上已经有这样的成绩，人家还有沉香如屑。我跟你讲，刚刚我在坐着，我跟迪哥说你要加油啊，你多赢几个项目。他说我还是要做点效果的。我现在我认真就行了，认真就是干不过。因为诚意他也是认真的，他肯定是认真的。好，到你了。到我了，到我了。反正你就尽量弄吧。你们是抽签还是？我们就不用抽了。第一来这个，我来那儿。哦，真的吗？对对对，他要做效果。你这样，弟弟，你加油，多争取一点。我尽量多争取一点。给，不是不是拿分，是给迪哥做效果的时间，好不好？好不好？你尽力吧，尽力。能要坚持3分钟的话，迪哥能前面有一段脱口秀。不要不要，语言是迪哥的优势吗？那我要只有3秒钟，岂不是断他的后？也好，我觉得可以。你是救了我，你不知道吗？对不对？你是救了我。他的效果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效果？是时间来不及。对，就怪不了我身上了。小心啊，还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Cool。 好，慢一点啊，来准备。有什么话要对弟弟说吗？哎呀。给我2秒就是，我到现在没想出来，我待会儿应该怎么搞。这个祝福听起来有点奇怪。好，现在王鹤棣上牛了，准备挑战开始，开始。哇，月尊，尊上，空少，空少最能稳了。哟，这一下，哇，这样可以可以。哦哟，哇，博弈。哇哦，天，哇哇哇。哇，好难，哇。哇哟哟哟哟，哇哇哇，磕着了磕着，注意安全啊。小心小心，哇。弟弟已经坚持了35秒。哇塞，哇哇哇哇哇哇，好猛，脸胀痛。哦呦呦呦呦，自己不会要吐了吧？我时间够了，我时间够了。我时长够了。哇，太猛了。哇啊，他这个人都快飞出来了。小心小心。哇，王和弟你差不多就行了哈，你小心哈。我觉得弟弟他时间应该够了。好，48秒60，帅！哇，感觉弟弟快跟牛打起来了。哇，何老师，今晚上我想吃潮汕牛肉锅。给给给给给给，给你定给你定。打他，打牛屁股可还行？好，现在呢，杨迪，没事。给我争取了多长时间？接下来48秒60是你综艺上遇到的考验。别别别，不用铺垫那么多，拿分做效果，总得保一个。把我剪到诚意前面。你们俩一个负责写剧本，一个人还管后期，太难了，绊脚石。好，从哪里开始？从游泳圈开始。好，做好准备啊！打通关才是最好的综艺效果。现在唯一好的综艺效果就是我一个人打通关，在有限的时间里，就好像你说到就能做到。我做得到吗？我上次吊环吊成那样，是不是？准备好，好不好？准备好，三关都过，
完了之后就给我们那个蜗牛的音乐好不好，迪哥专属的好不好，要迪哥在48秒60里面能够三观都过，都给我哭。杨迪忍辱负重，赌上了自己的综艺美名。好，预备开始。好，现在就过了第一关，过了第一关。好，现在第二关。好，他找到了，哇哇哇哇哇，哎呀呀呀，断了，断了，插回去，不管。好，现在第三关。好，又坏了一个，又坏了一个。好，走，棍子再来一个，再拿个，快。新剑了，换新剑，换新剑，先把剑，先把剑，换新剑，对，走，好，走，哇，好帅啊，迪哥，哥哥，我干。走，对，站起来，站起来。站不起来，站不起来。站。来来，现在弟弟尝试一下，来走，对，绕，从后绕，好，这边往前走，这只手往前走，对，往前走，往前走，那条腿出来，这条腿往后走，走，对，就这个意思，哇，就这个意思，好吧，大圣大圣，猴戏帅哥，猴戏帅哥，花果山还是有点自东西的。去打牛魔王，打牛魔王，三打牛魔王。好，我们宣布一下，经过这一轮，我们的积分排在第一位的是你安全吗？积4分，猴鼠一家积3分，好了好了，披荆斩棘哥哥积2分，底线组守住了底线积1分，也可以也可以。马上进入到后面一轮的比拼，大家加油吧。那么下面呢，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作为好六事务所的调查人员要非常强烈的洞察力，要认识很多的人。是这样的，一会儿每组搭档呢轮流来查看图片，需要说出正确的名字，如果答错了，那么大家坐的这个座椅呢就会向后倒，接受我们椅子泼水的惩罚。两轮游戏之后呢，答对数量排第一名的加2分，第二名和第三名各加1分。第一轮是看剧照，两位要商量好，一个人要负责说出这个角色的名字，另一个人要说出演员的名字，只有3秒钟。好，我现在已经很紧张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非常紧张，没关系。那个，子珊在抖，你知道吗？加油啊！好，第一题有点送分题的意思，来，请看。
吴京，吴京，那个什么风啊，哇，一，啊，冷风，好，接受挑战，三二一，走。三二一，走！等一下！你来整我们吧！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我告诉你，道具老师姓王，姓王。王老师来一趟，机关老师，机关组出来给我一个说法，出来给我一个说法。这一期道具是由弟弟负责，所以呢，因为他现在行程非常的匆忙，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疏忽，大家就原谅，好不好？是的，我这哥我出来不方便，要不然我就给你一个鞠躬了，我就给你。哎，应该接受惩罚的那个大哥和子珊干干净净，旁边无辜受到牵连的林峰，着着实实一身呐。有的综艺小油条我就是不点名了，就是。好，道具老师不要紧张啊，现在我们要玩的是二号椅子啊。林峰、吴卓羲请看题。说吧，三二一。哎，没有说出角色名。张无忌。花泽类。应该是花无缺。花泽类。好，三二一，走。二一走，哎，怎么热水？热水？为什么热水？好，我忘了告诉大家，我们是这样的：第一轮是凉水，第二轮是热水，第三轮是卸妆水。卸妆水，好害怕！大家加油啊！好，下面程毅、蔡文静，请看题。王鹤棣，东方青苍。一，程毅没说话。对不起，一人答一个，回答错误。没事吧？你怎么没事啊？往后跑啊！都快把后面大屏幕泼湿了，这怎么算啊？综艺油条可不是我们一个哟。我蔡姐这一下，直接就有防脱水的化妆品找她代言了。真的？我现在可怕吗？不可怕。其实我刚刚使用了一些技巧，你知道吗？我的手就是往后了一下，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又往回挪了一点，然后我想，那就在脸上适可而止喷一点嘛。别人都是这样从正面下去，你看林峰哥他现在妆没有问题，你现在等于从上坡吧，现在对你的刘海不利，你知道吗？现在，王鹤棣、杨迪，请看题。程毅，应渊，回答正确。哇！好痛啊！哎呀，太痛了！刚才那个技巧，不用破碎，不用破碎。可以，应援。好，下面荣子珊、谭健次，请看题。梅长苏，回答正确。哦，漂亮。吴卓羲、林峰，请看题。来，小伟。三，陈友仁，回答正确。程毅、蔡文静，请看题。靳东，二一。这个角色是《伪装者》里的明楼。三二一，走。你别撒自己了，你可以往旁边撒。哇哇，这下我跟你讲，刘海绝对没问题，因为没有刘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他调整，换了个发型，高级感，油头。
哇，这瞬间变成大魔的感觉了。对，真的超魔，超魔。你别说话了，谭健次。你那个发型到现在还没乱。我答对了呀，我答的对对的。好，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毫无进账的依然是底线组朋友们。好，下面王鹤棣、杨迪，请看题。张冰冰，对，就是张冰冰。一，回答错误。帅哥，没商量，这两个人干干净净。哎，什么叫干干净净？都在侧面耳朵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是侧面试了。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这个角色是秦放。再一轮来了啊，谭健次、荣子山，请看你。吴磊。哦，是，对，确实是吴磊。一，哟，你在这捧哏呢，大哥。不敢相信，聊了起来，还互相肯定。这个角色叫林不疑，回答错误，走。哎呀，哎呀，子山，你泼的这么用心的时候，你泼到我纯真了，我跟你说。麻烦你们两兄弟今天结束了，来我老地方小卖部结一下账啊，赔一下冰柜。下面林峰、吴卓羲，请看题。谁呀、啊？好，这是杨子的锦觅。三二一，走。哇！哇哦！趁热打铁，现在是程毅和蔡文静，请看题。林峰，二，好帅啊！回答错误，走。好，这是薛佳佳或者包子都可以啊。王鹤棣、杨迪，请看题。迪丽热巴三演的那个明星美女，乔晶晶。三二一，走。没事没事，弟弟弟弟，等一下，弟弟，我必须要说一下，弟弟，你说话的时候还在往外喷水，我刚刚竟然还有一丝的感动。你以为他全泼在自己脸上，对不对？我以为是因为我答对了，我哥没答对。他说这个，这当时他的潜台词我也是，哥自己担了所有的责任，我来扛，对不对？我来扛，我来扛。你想什么？他可是杨迪呀、啊！我还是太天真了。一家人。好，这个题型再来一轮好不好？不给我玩到明天。换开水。来满上。给我给我。没事没事，我们争取答对，太多了，量太大了。好，来下一题，首先依然是谭健次、荣子山，请看题。赵丽颖，赵丽颖，盛明兰，好，来回答错误，走你。好，下面吴哲熙、林峰，请看题。杨幂，杨幂，好，回答错误，走你。
蔡文静又做错了什么？有人向我们泼水，玩到下一期。好，来，诚毅、蔡文静能不能积一分呢？来，请看题。刘亦菲，刘亦菲，二，一，赵灵儿回答错误，来惩罚，揍你！好，好，好，诚毅也上水了，上水了。好，下面来，往哪边挪？聊得，全部给你，我给你，你给哪儿？聊得。好，王鹤棣、杨迪。他们已经不想答题了，你们能不能先答题再？先答题。积分，积分，我们争取答对。好，来，请看题。谭健次，不认识。谭健次，不认识。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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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冲，冲。往哪边挪？全部给你，我给你，你给哪儿？三二一，走，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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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下面的题目很容易了，下面看艺人的照片，说这个艺人是谁，另外一个人要说出他的伴侣的名字。哦，好，现在场上有一个地域分布，怎么说，那边都是就是干旱地区。我都有点冷了。好，我们抓紧时间，一会儿就干了，好不好？好，首先第一题依然是由谭健次和荣梓杉，请看题。郑超、孙俪，回答正确。好，吴哲熙、林峰，做好准备，请看题。郑俊，云姐，啊，云姐，刘云，回答正确。好，下一题，来，请看题。鹿晗、关晓彤，好，回答正确。这我总算记住。能不能请你们关心作品，不要关心艺人的生活？这题怎么这么溜啊？这些我们最熟，这些最熟了，快点。好，来，下面请看题。快点。谁？好，回答柯亚东。西蒙。不是说最熟悉吗？奚梦瑶。奚梦瑶。何有趣。我弟弟累了。累了。累了。确实没反应过来。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陈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新一代健康真酸奶，无负担，真好喝。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期待吧。现在我们经过刚才这么激烈的比拼，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拿到更多的经费的箱子。好，那接下来就是终极的环节。是的，经费底线保卫战。这些箱子里面呢，最多的有10000的经费，最少的有50。首先由你安全吗？谭健次、荣梓杉可以拿4个。接下来有请披荆斩棘的哥哥可以拿4个。接下来侯鼠一家，走，杨迪、王鹤棣帅气出发。
哪个？二十三，经费矩阵，秒变花果山，二十六。和四号，好。好，接下来由底线组请出场。他们可以挑两个箱子。好，现在我们给每一队一个隐秘的空间，到那个空间里听我的指令之后，打开箱子检查自己的经费，同时进行分配。谁一块？好，打开看看。打开啊！各位请注意，现在可以开箱查看自己的经费。在四个调查小组当中，经费最高的高达17600元，17600元。那我们俩也太少了。经费最低的有550元，550元。最低的是？这最低的被我们抽到了。分在两个箱子当中。哦，各位请注意，我们是最高的，对，我们是最高。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开，好像还行，有点少，还有还有。哇，好拉垮，好拉垮，好牌，好牌。请合理分配，将你们的经费分在两个箱子当中，待会儿接受交换箱子的挑战。咱们得保其中一个，把其中一个保下来，基本上就能赢了。这个给这个给我，一万五，我拿一万五。我好紧张啊，拿这么大金额的。咱们要不要极端一点？我们就应该走极端路线。就一个多一个少，一个直接没有。我拿，你拿个零，我拿一千。他们很爱分饰我，你觉得呢？可以。他们应该没有我们这么狠吧？零。我们分一个，就是反正我们都是最低的，无所谓的。然后呢，我把这个550我们放一个箱子，然后在一个箱子里面就啥也不放，我们空手套白狼。然后你来当那个空手套白狼的人，可以可以，是不是？你说我们好穷，我们两个人都哭穷得了。对，一个50，一个800。好，好。赌一把。现在我来简单说一下规则，每个人都有机会来交换别人手中的经费箱，交换之前可以选任意两个人来进行盘问，盘问之后做好决定要跟谁交换。每一组有且仅有一次拒绝的机会，第一组是由底线组派一个人上来。要不你先试一下。那我试了，我来。你先试一下，我先找找感觉。文静，你在剩下的六位当中要选择两位进行盘问，你选谁？有人17000哦，你觉得会是谁呀？我选卓西哥。吴卓西。还有呢？弟弟。好，王鹤棣拿着你的箱子。蔡文静，请进行盘问。哥，你多吗钱？我觉得你们卓西哥。好，首先请王鹤棣带着箱子回到你的原座。现在吴卓西、蔡文静要跟你交换经费箱，拒绝吗？成交。现在蔡文静和吴卓西成功交换，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打开看，注意控制表情，因为每个人都在关注你们。哦，这
演一下。陈毅，声音小一点，我又听到了。有一点点大，这边反应有一点点大。接下来，轮到杨迪和弟弟这一组，谁来？我去。好，杨迪，请上场。陈毅，请出列。荣子山，出列。不研究不考虑，刚刚回去换吧。刚刚回去看了箱子以后特别高兴，是不是？耶、yeah. ！所以你这个其实特别想要换出去，因为里面没什么经费，一毛都没有，一毛都没有。换不换？不研究不考虑，来吧。哎呀，你这儿超级多，肯定最多的经费的那一组就在你们这儿。对，就是我们。然后你们也不可能全部压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基本上是平均以上的分配。我觉得子山这儿挺多的。对。小孩子都不会说谎的哈，不会说谎，真的不会说谎。哇塞，好真诚。这样，我要子山这个，决定了。行，成交。哎呦，这么爽快的。对，爽快的我都有点后背发麻。你相信我，里边很多很多，嘴角都藏不住，肯定多。好，多不多，迪哥？正合我意，这个牌玩的有点明啊。下面是吴卓羲和林峰这一组，谁来交换？我来。请选择两个人进行盘问。谭健次，谭健次出列。诚意。好，我交换你真的不后悔啊？求换。你愿意交换吗？我不太愿意，其实。那我就换你的。好，去挑杨迪的那个，你要换他那个，把我那个换回来。接下来他肯定会拒绝，拒绝了他下一轮我再挑他，你安全了，他就没法拒绝了。接下来谭健次大哥上场，我选择迪哥和弟弟。盯着我们来是不是？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吗？属实有点针对了，哥。这是荣子山大哥，我也要选就从一队里选，要玩就要玩团灭。他要把箱子拿回去，说明他那个箱子肯定是真的。我跟迪哥换吧。跟我换啊？给你吧。没有拒绝。不拒绝。来，那个箱子钱巨多，去找那个箱子。那个任务山那个山，我知道。拒绝的攒到最后。来到。一定得攒到你。记者位置。就现在，他们开始确认。哇哦。现在我们第一轮已经交换完毕，我们看看场上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新的洗牌了。现在开始第二轮，刚才没有上场的诚意请上场。换荣子山那个项目。好。你看他们坚挺，他要换我了。有目标了。有目标。弟弟，过来。好，谭健次带着荣子山的箱子。拒绝，不拒绝，不拒绝。还有谁？迪哥。好，好，杨迪，请带着林峰的经费箱。现在开始来了，开始盘问。这都大家都是纯爷们，说吧。诚意，相信我，我看过那个箱子，多，这个少，那个多，就要那个。确实，你想啊，我为什么要死乞白赖把这箱子抢回来？那就换吧。Yeah. 我赢了，我赢了。现在，荣子山的箱子来到了诚意的手中。我刚刚挺到了什么？完了，我跟你说，都盯上了。你们现在，他们非常明显的嚣张的态度，却完全没有想到他们应该会成为接下来所有人的目标。他们后边有没有哪个把他们那边的机会消耗掉？这个我再去挑。
你不要融资三那个箱子，你挑几个其他的。下面杨迪和王鹤棣中间弟弟还没有交换，檀健次的箱子，杨迪那个箱子。好，来，坦白局，我已经知道我们队没有竞争决赛的资格了，因为我们的轮次太靠前了，后面你们还能再换。 去换那个大箱子的筹码，但我们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这个牌可以给你们最后一个大反转的机会。然后你们俩里面的钱其实我也清楚，所以有没有愿意来跟我换的？我愿意。谢谢哥。够的，我们至少往前稍稍。 王鹤棣说的坦白局是真的坦白局吗？接下来吴卓羲，对对对，请坐到中间的位置，选择两个人。诚意的这个箱子，纪山的这个箱子，我拒绝。哎，不是这个什么拒绝，不是拒绝初恋好吗？你先上去，你先上去。诚意连初恋都拒绝，<笑>暴露了。 暴露了，暴露了，暴露了！你上去要钱吗？多不多啊？16500。16500，我跟你换，你会换吗？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拒绝。哦。Yeah。 来说干什么都行，这是套路。文静，现在你们已经使用过了拒绝权，下面子珊没有使用召唤的权利。好，请到舞台中间。肯定找你啊，不应该用的，他还会找你，还会找我。对啊，还可以找你，这拒绝不了了。我挑荣子珊，还有韩健次。好，诚意和弟弟，请到舞台中间。 我们还要上来吗？找我没必要啊，我来当个群演。来，当个。我当个群演。对，保证座位的平衡。好好好好。诚意完了。怎么了？怎么老叫我？哎，弟弟换嘛，隔着真有钱。他知道，因为那就是他的箱子。<笑>我其他的我也不说了。弟弟先，我就跟荣子珊换。哎，是这样，那个一哥。 我这儿还有个拒绝权，好，我把我的拒绝权给你，然后我们平分，可以吗？哎，可以可以，不可以，<笑>哪有这样的？<笑>不同意的话，我们就抢，奸商，奸商啊，坐在桌上现谈判，奸商，猴戏奸商。<笑>这样，现在荣子珊和杨迪的箱子交换，诚意不敢相信。 弟弟真没骗我，是不是？真的是大反转，奸商，真的是奸商。那我还好没拿弟弟的，因为弟弟的更少。我以为最低要写一嘛，最起码。你用2000了，换了一个零元的经费，一块两块的也没必要了，直接写个零算了。完全想象不到一个06年的孩子玩转一切，算得明明白白。 我原本想的就是，第一轮，得先让我把他换出去，因为第二轮我上的时候肯定得把他跟别人交换。是，然后我的第二轮我就觉得大家得有一个人把现在拥有他的那个机会消掉，对，然后最后就没法拒绝。对，但其实蛮悬的。如果卓羲不去碰那个箱子的话，那个箱子最后就落到就陈毅他们手。但是那个箱子已经暴露了，对，已经暴露，所以大家都想碰，都想要，都知道暴露了已经。比较厉害的是弟弟，他没有去碰那个箱子。 对，我们没必要了，因为他们都有拒绝权，我们抢大的一定会被拒绝，还不如换一些别的，他们也不知道王鹤棣的箱子里是什么。你觉得大哥这个箱子应该不会少，对不对？因为说了最高分是17000嘛，你们怎么知道17000就是他们的呢？因为一万五在他那儿啊。子珊的我们看到了呀，算得出来呀。哦，我们保个第二名就好了。猴鼠一家，耶，好。
祝贺最后顺利逃脱的是你安全吗？安全你安全啦！安全安全安全！还有猴鼠一家，祝贺！好，厉害厉害！那么首先呢，要两位都接受惩罚，是我们披荆斩棘的两位哥哥，我们的林峰和吴卓羲。来到这里也有披荆斩棘。另外呢，陈毅和文静当中有一个人要接受服不服的挑战，好不好？那我们来到我们的挑战区，来。目前呢，我们披荆斩棘的林峰和吴卓羲啊，现在呢非常帅气的两个哥哥站在了我们的惩罚装置前面，他们要接受惩罚。来，预备，三、二、一，走。一走，真好！哇，旁边好无辜啊，我们好无辜，何老师还行吧？还可以，还行啊，好帅气，好，接下来，请程毅和蔡文静准备就位。好，他们已经站好了，来，子珊。你现在不知道蓝色和红色后面到底站的是谁，请你随意的把一面举向前面，他将接受这个惩罚。三、二、一，好，红色，走啊，走啊。干净了一期，干净了又干净了一整期的陈毅，陈毅又是你，好甜啊！综艺效果拉满，又是他。好，谢谢大家。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国庆联欢会开始啦！生生不息好友来做客，热情集结。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国庆节，我们一起唱歌给国庆。国庆，欢迎国庆们！如果你们派出他唱《告白气球》，我的卡门也不是不能秀一下。跟你比，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哦，哪首歌最能打动国庆们？拽人，他拽人。祝你前程似锦，不负韶华。你们爱我到地老到天荒，全票。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潮流团欢喜冤家有点默契。杨超越，你说的是杨超越啊？对对对对对，我以为是梁朝伟。两个字，去，不能演。西乡乡的地方，给个字，给个字，给个字。白呀 ，A B C D 的白。给个字，莫字呀。枕头抢夺赛一触即发。最爱拍短视频的省份排名前十是。信你重庆，我就信你。重庆没有上榜。不在榜上的是浙江，哇，还是他们说完了，他们说完。下周六晚7:30，你好，星期六，我们不见不散。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今天我们二好六事务所非常的热闹，跟各位调查人一起呢也玩得非常的开心。特别在这里要祝贺一下程毅和蔡文静啊，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两位的合作，同时也非常期待你们在底线当中的表现。所以呢，在这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台的精英独播剧场正在热播的由靳东老师、程毅还有文静主演的《底线》。这部剧呢是通过法官的视角来解读工作当中的大案小案，也展现了人生百态，讲法理亦有温度。工作之外，每一个司法工作者呢不仅有正义和坚守，他们也是非常有温度的一群人。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一定要记得多多支持我们谭健次和荣梓杉的新剧《你安全吗》，
以及披荆斩棘当中我们喜爱的哥哥林峰、吴卓羲、也再次谢谢迪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玩得开心，干干净净下班。错了，我再跟迪哥多录几期，我戏路都要崩。错了。好，以上就是由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新一代健康真酸奶，无负担，真好喝。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见，拜拜。